这里在哪里，仿佛失魂的虫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天要练习拍卧，然后今天呢，我是跟 Dixon 会去 KL 的 KTM 拍照，然后就是顺便去走走，看看哪里有漂亮的地方可以拍照，走吧。妆都融化了，然后我们有拍了一点照片，所以等下你们可以看看那个效果是怎么样。哟，今天就拍完了，现在是差不多七点了，我们大概是三点多出发到七点，拍照的时间过得很快。时间